小女，我的天！俺家俺这个儿
列娟，出去游泳，快点好吧。雪姨呀，侬慢慢来好了。像侬这样的人啊，只有怪人怕的哦。不怪人怕的，伊拉哪能晓得侬的身家？搿只老怪的又来，就是一个如多金腰中的金牙子精，送给侬不出门。哎呦，是吧？也真结巴。怕的老大哦，准备了珍重无比大，岂不里要拧下来，我也过来。哎呦，王贵生，你生了大王儿子，不知是猪吧，还是翡翠，量也是量得来。看个盒子盒子里，看都不看。不过谢姨啊，我帮侬讲哦，阿爹是过来人，侬听我的闲话，绝对不会错哦。侬不好轻易答应人家，侬要得架子，听懂吗？得住架子，得走。侬快点，我去出去应付应付。哟，阿姐还真是的，到底哪来张好人？背地里不晓得开了多少鱼的。我刚去。阿姐，我吓呀。侬吓啥？他以前的侬啊。阿姐，侬先去了，侬去到镇上去了。好，侬先去。阿姐，侬把新的衣服收好嘞，衣裤没擦好，对付刚刚出去，所以就想办法进。我想了一块金布，一家之主哼出来一个臭屁。阿姐，侬晓得吗？伊是白羊屁股，伊自家也抓屁股，侬不睬伊就是嘞。本来是个，伊天天盯牢我，伊我哪能饶了他？听说伊来了静儿子一地鬼火。我真会为侬负责嘞，侪是我呀！一个是把侬忘家脱了呀，里向的日子不晓得有多少好，趁我都空着金丝子老回去。三三，阿拉三三只是个公子啊，金丝哪能配得上侬？走，跟老阿家。Yeah.
当明星。你眼光要看走一走，他一定要男的发给你脸上，不要看浓啊。送他吧，你是人家就没法一样。当然了，啥人好的你？能遇到这个人啊，我是眼皮子低呀，不肯低。小姑娘。小姑啥？那是，我好高那个。小姑嫂，侬讲我啊？小姑嫂，我哪能不会讲？不要紧，侬讲好了。你可真不大好。乱话三起。真的，听人家讲，你可不是打中式啊，来了不服，再老跟你工作，做大吧，重症临床。董事长，我看你要当心点啊。这个才是吃一醋跟你喝杠杠。好好好，随便说讲，那是年终金，那是年终金，打造好了吗？人家越是讲尾巴子不好，我就越想自己走起。侬晓得我就是做股票啥一个？侬是死，侬是死，等到侬上着面上，到辰光不要把我事情没得了到。谢谢侬的关照。谢啥？人生就是一个白骨精。这务农，这务农。哎呦，财政局吴处长，侬好，侬好。那是你啊。今朝夜里，你总是光彩照人啊！怎么会是五个王楼？五个王楼，我干好几年，五个王楼都配不上伊。吴经理搿几年可是顶顶嘴啊！讲，搿么再好好待待，我出去忙，好，对啊，侬讲对的。吴处长，大家侬还处长啊？搿有啥？只要面试人看得起我，我天天来捧侬个场。可是不管当个。只要面试人看得起。我包装也可以啊，什么偏死？啥子？啥子红书的？我管啥嘞？开的不开的麦克，等了侬交关辰光，喇叭听不定，要请侬去国际饭店吃宵夜。晓得了。哟，洪组长，侬好。没事人啊，为啥么是进攻把我？而且任务答应不侬，小意思，小意思。把屋里算啥？把老夫才想抢。侬侬莫听伊拉瞎三胡子啊！李思林，阿舅，侬饭店，饭店，快点呀！关个门啊！多少好白相，来读书人，不晓得下趟要把侬的宁小姐跳舞。是真啊！不能够举止来，我是第一趟来参赛啊！侬第一趟来关个门，宁小姐，侬认得我啊？阿女，我帮侬加油加油，搿是侬外甥钱庄哥，刚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相貌堂堂啊。先生好。就是你，来房人的嘛。你也当房子。阿女啊，去家有点事，先跑了。郑哥来啊。就是你，那我明早再来。好，明早夜里叫我一起来。哎，没啥没啥，就是你侬没事忙个呀。吴秋江，侬随便干，侬欢喜坐阿里就坐阿里的。今朝夜里。觉得我全部包住了，月亮介好，还有满天的星星，在这种夜里向，这前头还是真出名的漂亮秋香，风景秀雅，名胜啊，秋香，名胜。你可是王先生，还会做事呢？那个林秋香平时不会想事，哪会想事？干嘛老会啊？就是这句闲话，只有侬来了，不浪漫。洪先生，侬真会讲闲话，啥辰光学的？哟，侬还不认得我的辰光，侬是物资啊？不但是物资，还是龙吧？大白汉子，总归是白白活了介许多年数。侬不晓得，我还有介重要啊？侬晓得吧，洪小姐，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侬不要讲喂。吓傻了！真的，我不好讲。为了侬，我啥个侪做得出。我不要听，不要听。我为侬再跟俺做个动力，再跟俺做个动力，那全部是为了侬。侬哪能再是动力、动力、动力个？侬做这个动力，没别个了。这个是老实闲话嘛？
你说啥？不懂的都哪能会得听我？照侬讲起来，我辣眼里向只要懂就咯。你说啥？我不要动气，我这个人实在是不爱讲闲话，刚刚就要发飙，侬不要往心里去啊。我没啥。你说啥？来来来，阿拉跳着舞，好吗？做你的。不能问人太多了，人帮人话是啥意思？一旦只有阿拉两家人，要想骂人。
哪呢？三三，阿达心里才晓得。金丝，侬哪能好欺负三三啊？就是讲呀，哪能回事体？哎呀，天地良心，两眼睛，我哪能会得欺负伊？我宝贝些也来不及。那三三当我好了，我老毛病再改脱了。老早子不是吃的，现在也不吃了，是吧，三三？好嘞，我今朝请三三，我放到冰箱里。侬不要瞎讲。哎呦，忘记脱了，恭喜阿姐。恭喜洪处长，洪处长吉祥。阿姐，侬这天喜话都收了。天色新呀，这洪处长回来了呐。金丝，侬不要乱讲，侬快走，快走。好，我走，我走，我金丝从上头来的。我金丝不要乱讲，我屋里媳妇不养伢子皮，这一份准备好，我晓得。你没看过吗？阿娇，刘司令，刘司令，还有蓝小姐、珊珊小姐，哪在来这个？哎呦，处长，马上要做夫妻了，我还没死定，不行吧？侬哪能到现在才来？侬看看现在是啥辰光嘞？台湾猪，台湾猪。老王凡是该来事，侪跑跑脱了。我寻了半日，只是寻到一个。啥事体啊？侬要寻的是？事业书，事业书。啥事业书？我答应面试人啥个条件，口齿无凭，顶好是写下来，请面试通知，面试人然后放心。被侬想得错啊！再吃饭，再吃饭。侬晓得我做事体，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得到底，做得漂亮。啥个啥条件？喏。写得清清爽爽，那第一条啊，那杨曼丽离婚，杨曼丽，第二个外父，哦，离婚，第二三个小囡通通给杨曼丽，第三，三幢房子，两幢给伊拉，一幢给阿拉，侬特别有良心个，搿我还好赚嘛，搿第三交给范司令，好了，侬不要讲了，搿第四条，好了好了，侬看看现在是啥辰光了，范司令啊，我全安排好了。打个主角好了，等一下肯定一道去教堂碰头。我走，我还有一点事体，我要去自家屋里一趟。等我教堂碰头。忘记了，忘记了，忘记他了，梅司令，忘记他起名了。梅司令啊，侬看见我为了侬，啥个么子侪管他了？侬讲啥，我答应啥，做得整个做。做了整个，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做成功。这样能推动，总归过得去了吧？梅司令啊，我就是 lucky， 是吧 ？Love you so much。自家侪听住嘞。梅司令啊，等好我。阿姐，我真替侬开心。是啊，阿姐，我真是好欢喜。伊拉对侬蛮真心的，所以我答应伊嘞。阿姐。要好好就做侬，那阿姐，侬真是不容易。阿姐希望你也好，大家侪好，阿拉三姐妹再平平安安。哪能后头谁我放到搿能搭里？放到地浪向，夜不就放到啥？
好紧张，我怎么有？阿姐，我对不起，我好好的去，你可能会好点进来。这美德啊，呀，我觉得死金鬼，那不要紧啊。阿姐，我们不要明星，冰山放两个，就不要紧啊。叔家，叔家，我们西仓出事体了，你刚一个鬼擦他了，警察也冲过了。宋太太，不可能啊，宋太太，宋太太，叔家，叔家，你刚一对不起侬，你刚你不好跟侬结婚了，你房子就不侬了，叔家真是不好意思，叔家。阿明有房子。
冰箱有只老鬼。我不是，看见其他小妖精听我事。哎呀，宋太太，老公已经白了呀，刚出来呀，看看他去。老头子啊，最近得了只妖精，这妖精妙丢的嘞。等我把他们领到老头子身旁处分的。想当初，老头子举过来救我三夫老家的人，来到台北，竟然受着妖精的气。没意思，他是我死吧？宋家姐，您没替你好，花没把牛，咱们搞得总一辈子永不富贵呀、啊！我就不相信我的命又要被人家推翻。小龙啊，你家妹妹，一辈子不错。宋家姐又讲笑话嘞！哎呀，我那香港送来个杭州龙井，他大家泡一杯尝尝鲜呀。好好晓得了，听讲是几年哦，也不晓得是真是假。啊，大家开心开心！那些杨师傅菜子好，面没洗脱。哎，晓得的呀，上海菜杨师傅，要叫侬人家妹妹有本事请侬代包了。阿囡，阿囡，有有有，早出来嘞。阿囡，侬看，我带孙宁来了。这个是徐先生。阿拉房子过，好了吗？啊，也是酒馆嘞，徐先生还是等我啊。看样子，我不用再加油了嘛。老张心，给侬加了加油哎。好好，来，壮哥，前壮哥，我外甥，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现在在大部苏宁公司做经理。这位嘛，就是个和平鼎鼎的谢意，我亲人。还好嘞，加油他嘞。好好好，实习生年轻。老张心，那东西好哎，加好外甥，加漂亮。要不老古多了，今朝做手跟你介许多人，开心呀、啊！哪能呀、啊？今朝我等下运到来了，拿钞票先准备好啊！哎，来，吴经理，我娘侬啊！好好好，尽量分红呀！李太太，放在侬身上，侬尽管放心。阿囡，当初交给侬啊，是上侬不会的大把。当过一些些，不是你，还是有邱家多多帮忙。哎呀，吴经理，侬脑筋好呀！林家妹妹帮徐先生，李太太帮侬，钞票再帮侬领出来。姐呀，趁侬身体好，帮我爸爸。好好好，徐先生是稀客，又是天涯的亲眷，当然要得人家不同意呢。小姐，侬今朝来了。经理，请。徐先生，请。哟，姓什么？听说徐先生来到家里来啊！老弟，知道上海每年春天，到杭州梅家坞去吃茶，师傅啊，有最好的茶烧。是吧？老总，徐先生，干吧。哦，干吧，两条。哦哟，把你捧起来。不要紧哦，徐先生。吴志发，弄张台子。哎呦，那两家的老子不嫌弃啥，那别长大打我，打了不要打了啦。哎呀，我快长出大把不来噻，吴大姨快控制住吧。宋太太还是弄过来的，还挺急啊哦，徐先生可以吧？好好，我倒就听说侬人公馆在上海一直是呀，到了人公馆上海还好有回去了。讲嘞，徐先生要是欢喜。欢迎侬多来白相。一定一定。任何啊，没地方去，难吗？有地方，就是不晓得英雄家侬平时多少忙。我平时没事体哦，平时有人找我的地方，打球做红娘，也都有阿姨啊，帮个忙。侬有空，还可以多来做红娘，我帮侬啊。干嘛？我老客气了。那我到花园里去走走，好吧？好耶。今早夜里去报告啊，侬
愿意愿意，只是侬人工贵，阿拉谈不，是吃不着。是吧？该侬以后过来吃，大姐啊，你都来，你也欢喜。一定一定，林小姐，侬。啥？侬想讲啥？啊，你快讲。啊，对不起，我忘记了，我们大姐跳舞啊。喂，这里谢谢了，不抓住侬大姐。不要紧，我去接她，来。想放手，但是想着点难处。先生，我没想啥的嘛。不讲。小姐，我想帮侬讲。我不要讲嘞。先生，我想讲啥？侬不讲我也猜得错。林小姐。先生，侬啊想讲。林秀佳，侬哪能会？先生，我要讲给侬听，这是不可能的。我晓得侬人老是真怕，我晓得侬一门心思立了事业高头，我晓得侬从来没来外头乱来。可是，我要正正经经的讲给侬听，这是不可能的事体哦。林秀佳，对不起，我是真心的。我晓得侬是真心的，但是侬太太当时小囡，伊拉对侬也是真心的。我是啥身份？侬是啥身份？你敢比较我？我晓得，我会得处理好。林小姐，我心里苦啊，我没人讲闲话啊，外头生意场场也没人好讲，亲戚朋友想好久了也没闲话好讲。回到屋里，对自家厨房、对自家小囡，也没闲话好讲。我厂里向一大批工人，不加工地就罢工，也有上不枪。我活了真没意思啊，真没意思。今朝跟阿舅又碰上侬林小姐，噶许多年说过起得来，林小姐真是一些心也没比。人工贵，这上海一时之言，我觉得有意思了，我觉得你在变了，我觉得整个有闲话好讲了，林小姐。我的侬的女人啊，我老早不相信女人了，今朝夜里向我相信了，林小姐。不可能的，俺们没好结果的。林小姐，让我试试看嘛。不用试，我也晓得，我是过来人啊。不是哪能晓得的？林小姐，我可以为你放弃一切。侬不要讲了。我可以放弃工厂，放弃房子，放弃太太的子孙女。好了，侬不要讲了，这是不可能的事体哦。啥么是不可能啊？鸡呀，啥呢？才可能。鸡呀，我跟徐先生跳舞呢，伊一下子学会了。我讲这是不可能的事体哦。侬听徐先生，你来吧。哎呦，张哥，噶快会了呀？早晓得，早点介个弄到这里来。是啊，十年前第一趟到八大门，就应该学会。行行。亲妈，亲妈，能放不放过我呀？哎呀，我个亲小姐，这个月里向，侬真是输了。老多哦，不要呀，亲妈，哪能办啦？不要紧，小姐，妈妈来了搿里向，一定帮侬解决问题。亲妈，我受不了嘞！自从上个月阿舅做生意哎，阿拉徐先生三日两头跑到人工馆去吃饭、打麻将、跳舞，我已经好几年没碰到伊了。侬确定李先生是认识伊啦？肯定了。阿拉好好叫李先生，屋里再不认识伊之后，已经关机了。小姐，不要紧，李先生还有救，让我去救救我师傅，让我师傅那只狐狸精烧掉。我师傅啥人啊？是亲人才让我去打听打听。嘘，啥人不晓得我师傅的本事？不说真能晓得吧？狱子里藏了。就是我师傅的师傅的师傅，难以捉他的，鬼人些一灵聪明，就是个人，阿拉师傅啊，肯定没问题。亲妈，这
真是爷爷呢。等阿拉前先生回到屋里向，我还要让伊好好照顾一下呢。好嘞，小强，侬不要穿介许多，侬面色介惨白，妈妈看了肉也痛死嘞。亲妈，侬是看到，阿拉前先生等我结婚介许多年数，面孔从来没黑过。阿拉前先生忙了好，男人的心五分倒是有三分应该摆了事业上。一路来台湾看了这块石，总算一路四面工匠发达起来，伊也超神。我看一位你来外头一位公司的领导，我心里想接啊，事业不是拿到了第二位，身体健康最重要。啥人晓得从啥时候开始，阿拉前先生好像变了一个人，今朝三日两头不回屋里向。我问一声，几句讲到了赚钞票；再问一声，几句怪我赚。前两日也打了阿拉小囡哎，亲妈，有人告诉我听，讲阿拉前先生你面孔不有人了，赚钞票是为了养女人。我，亲妈，我本分人啊，啥辰光碰到过这眼事体？小姐，侬叫我一声妈妈。妈妈肯定帮了侬啊！侬晓得，搿只宋太太呀，当趟伊先生在五月花，搿小家人搿个拼图，只跑到我搿里向，靠是靠得来。那母亲求求我师傅，我拿伊先生不是一岁，故意充满了牛王大地。我的宋太太讲呀，侬去阿拉师傅搿房子里住一夜，侬已经领了十二本金。拿好嘞，先生回去嘞，宋太太感谢我呀，再把伊先生的事体一桩一桩的告拨我听，不明谢伊，门当啥，门当伊的啥好么子，噶许多人啊，伊做得牢，拿伊先生噶精明君子，几多本事做牢，搿种事体历史上最有的，包氏、大吉、飞燕、太监，侬当伊是人啊，就是。有话就，给明些伊，侬当前是啥东西变的嘞？不过放心，妈妈肯定帮侬伊先生消了该重债。亲妈，侬晓得阿拉钱先生不是搿种没良心的男人，其嘴巴里向不高，我晓得其心里向是对不起我。其也晓得是人些伊只狐狸精来勾引其，是人些伊本事太大。是哎，我趁手拿伊先生。啊，犯了冤枉大事了！侬不应把这本我好帮伊出一出呀！好，亲妈，侪靠侬嘞，我得阿拉前先生有了办法嘞。放心，就算我本事不够，还有阿拉师傅，阿拉师傅鼎鼎有本事。不管是人些伊名多嚣张，不是多潇洒，随便就是几月初几啥个辰光，不管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巳丑寅卯 A B C D E F G。真是个人，阿拉师傅看你那坐牢，谢谢亲妈。金羊，屋里向一眼生不起啊！还是侬人工管好啊，才是人等地方。
啥事体？侬是不晓得，侬实在是让我每天也困不着。是不是啊？侬是家庭的人，搿种闲话就不要讲了。侬有空来侬屋里向坐坐，开心开心，勿是蛮好啊？好是蛮好，只是勿晓得侬休假侬。啊？实话帮侬讲，搿趟我们到台南，我在相亲少了，男人啊，赚了钞票，就是用拨女人用的。侬晓得，我全部脱了，每家人来台北生活也拉心。假使讲侬男人同我一道生活，我一定勿会亏待侬的。假使我修女，我就会为买好。假使讲侬勿想来台北，台南也蛮好，靠勿得外国人的关系，在台南再弄得人公馆也是便当。侬讲假使侬女人同我一道生活，我一定愿意赚更多的钞票让侬用。林小姐，侬放心，阿全没了，让我来照顾侬。徐先生，在侬的眼里讲，我林建义就是为了钞票啊！不，林建义道理嘛，跟你妈一样了。再有更多的钞票，得变成侬的身份，再高了，全台北的人，啥人不是为了钞票啊？好了，侬不要讲了。林小姐，哪能了？侬等我出去，出去。侬等我出去呀！好好好，我走我走，你休假，你去休息，我会跑的。你休假？侬走啊！太太
塔，王家明。孙塔塔，陈家元；李塔塔，陈进远。以这有请青马朱科庆，喜塔塔杜凯月。范主任的妈妈，范主任，
周瑜家长在这里看的剧，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从张老师到导演，到每一位，就是我们都觉得他们用上海话来演出，首先很不容易，我就觉得其实他们讲得很好哎，超乎我的想象。因为在嘉年的时候，他给我看过那个台词，我在想这么大段能用上海话演出来，我觉得非常好。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呢，用细节的把握，就那种感觉很好。那对于那个范主任在台上演出，我觉得就是在那一段，就是说。他的那一位就是突然就结婚的那一场呢，我觉得演特别好，就是说还蛮感动，我差点掉眼泪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位宋太太，我觉得啊、讲的后面一段也是非常好。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些，就女孩子演的很好以外，其实我觉得这些男生是超乎寻常，让我觉得演的特别的几位啊，把握的挺好的，青涩当中有什么的很感动的这种感觉。非常谢谢，让我们观众这么精彩。那最后我们再请一位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尹雪燕的家长，好社会的杨金豪的家长，来有请杨金豪的妈妈发言。激动死了！我在想，我从小那个就说屎尿屁养大的孩子，原来可以这么帮忙试试，所以非常激动。觉得所以，我就在想，小朋友真的需要舞台，让他去锻炼，他会展示我们家长或者大人没有看到的那一面光芒。所以特别特别感谢老师，感谢学校给孩子们安排了这个毕业话剧，反正就非常激动看的。还有观众有问题吗？或者想要发表一下感想？那我们来采访一下本部话剧的部剧。我觉得那个金四爷特别好。然后我是以前是德比一中的学姐，然后
今天我就是很感触啊，就感觉说啊，高中的小朋友真的很可爱。然后演出这样一个剧，我还就中间的某些段落还是蛮能就是沉浸在里面的那种感觉，然后也能看到大家的那种努力付出，然后就还觉得那个是什么经理，就真的演的还蛮稳的，那个很稳，非常成功。非常成功，然后还有那个演亲妈那个，然后我其实第一会感觉说啊，真的是高中生吗？就真的是演的，是能把不是说年龄的问题，而是能把就是那个年龄的女性的那种特征完全能表现出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给大家鼓掌。今天可能也是我们高三学生最后一次待在我们那么多人一起待在校务这个校区，他们马上就毕业了，有些人去美国，有些人去英国，各个国家都有。那么我希望今天观众们享受这个过程，我们演员们同样更加享受这个过程，给大家留下一下掌声。我已经拍了好几张了。